一波气了，整个画面都是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哦，我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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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阿根，干你娘！双双鱼，对人水妹水基友水玩友，如果第一关洗好技能降临哦，双双鱼，唔知呢，双双鱼，阿你我阿你这样我就比较难判断了。因为你看我的队伍有在做评估，可是我还是会算一下，靠背啊，我还是要算一下我的那个一些意外啊，七大死因都是这样来的啦，对啊，你不死怎么有死因呢？水谷都不用洗 ，CD 都那么短，呵呵不是、啊、水谷，他不是要吃一点天降之类的东西吗？但我们是又稳又快的是最好啦。我跟你讲，断心不是你看刚那一关而已啦，第六关还要再断一次，我跟你保证。抓对啦，这抓对的。第二关，今天再给你断一次心啦、啊。妖精龙座 bug 已经很久了，是哪个 bug 啊？最近怎么好像有跟人反应，好像修的好像不是很快呢？哈，是怎么了？又有一个新 bug， 我不确定你讲的是什么、啊。天降比希拉还容易天降，因为他天降不太需要控啊。什么？居然没下到新珠？靠、啊！我好害怕、啊。看到这精辟的回复力没有？大概自己抓一下，水平我先开是这样来的。其实你们看我在配对的时候，你们都生出一些概念性的队伍啦，通常都是这样啊。因为其实我这个就是一个概念性队伍。我这个就是有个概念性的队伍哦，那、啊、你们自然而然就可以衍生出其他队伍，主要用意是这样，因为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生出很多奇奇怪怪队伍出来。你的好友这样过，水晶、水雾、水妹、原始天尊、水哀、水晶，有，嗯，原始天尊跟水哀，我可以参考一下，我等一下看一下，可能三维比较好，哎、欸，对，因为。我有放那一只嘛，我有放这只妖精啊，但是他是没有解妖精成就了，哎、欸，还没补满。水队打一波要爆发队员真的蛮绑的，所以我才会放那一只啊。等一下看一下，六回合靠北啊，不妙。辛苦一下狗狗、哦、因为你先开它就不会有那么多水珠带到下一回合了，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控这个是在控这个东西啊、欸、没打死最好，我还怕你死欸，好吧，给他一扛吧，欸，不能断心哦，强化的齁，
打错吃了老大。勿转心。木哦，啊靠北啊，要么起不掉。去死啦！今天有500人哦，你看错了，现在有101910个人。对对，因为有两个台，你知道吗？水屋啦，我知啦，水屋。该是拓拓吧？这嘛是有法度两康宝，哎。对，有水屋有关的，水屋有关的。然后接下来对不对，我们就开这一支了。哦，干！你有本事你给我端心看看，有本事你给我端心看看。啊，你讲话都端心哦，干！我真正是佩服你啊。个叮！你再断啊！你再断啊！再断啊！啊？啊？针对他打就对了。对你，你再断啊，再断嘛啊啊！阿妈这个断的啊啊啊啊嘿嘿啊！哎，大概是这种感觉啦。哦，不过落尾规片拢新的哦，拢无讲蜘蛛，迄就好笑啊。对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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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他吸力还吸力还会跳，这才是好处。就他吸力还是会跳回去，尤其遇到吸力一的啦，这根本就是啊，断心克星嘛。你以为你有本事断得了我的心吗？你断得了我心，你断不了我的宝宝啊，是不是宝宝？你说是不是啊？还真他那里有点痒哦，咱们来。轻轻的一波好了，对，等下看清楚你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哦，啊，有些速度上紧就要考出来。记得宝宝是不能断心的哦。如果你没有宝宝，就弄只鸭子之类的。虽然说干我跟鸭子自从上次感情就梳理了不少了，有没有？打地狱他就不给我转，我就把它荒废在那个很久了，没有？啊，没看过这种玩法吧？双成就哦。看到没有？我现在可不是两倍什么什么的哦。
欸，双语是两倍啊，还二点五倍啊，小我袂记啊，双语是几倍啊？结束，钱，跟你拍广告啦，免钱啦，好，看一下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双语啊，双语是几倍啊？两倍，哦，告诉各位，我现在的倍率是几倍啊？算给各位看哦，两倍乘上二点五，乘上二点五，所以我现在十二点五哦 ，OK 哦，十二点五哦。有无？带子孙代代有出状元无？我靠北啊！不要乱讲话。这样是不是稳稳妥妥了？刚才看就恐怖哎，好像有时候感觉会没有笑到猪的感觉，就是会忽然间恍神之类的。这种队伍最怕是恍神了、这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把右边干掉，各位。技术、技巧、战术就在这里了。你把他干掉了，谁还帮你断？有一回合断的就没了、就是他不会帮你打新猪出来，懂吗？这次要这样用，知道吗？哎，不用急着妈把右边干掉，要了解哦。要善用手动卡牌，蛮狂的。刚才超级玛丽啊，滴滴跳，滴滴跳，那是爽哎，知道吗？他没有锤，他没有锤的话是不会产生心哦。没有锤你是不会产生心的、要了解哦。而且最好让他整片都是心，下一回合你就会好转多了。我是这样觉得啦，不晓得你们怎么觉得？要了解哦，有些战术在运用上，这是要有点反应之类的。手机电池GG哦，玩得好累。这队已经比刚刚轻松多了。你看我那干那个喉咙，那个才是累啊！我那个喉咙快炸掉了。干撞到自己的手，好像在他妈的，好吧，断心了，没看到？你的阴毛啊，你以为没看到吗？哦，干，刚谁才说没电的，马上就没电了。你是谁啊？干，我刚全体攻击哦。干，你真是神预测真是没电马上冲。其实现在断心也还好啦，我必须说实在话，现在断心还好。不过我是觉得我们要凝聚多一点心会比较好。需要吗？需要您去多点心吗？个管鬼的话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对，好像直接把他打过去就好了呢哦。如果看的我打得轻松，对哦。喜欢的话就按喜欢，然后旁边有个订阅，这台词好像哪听过。这是 YouTube 频道上面在拍谁拍谁拍谁，不是在家用啊、果然没用黑水岩啊，对啊，黑水岩很多人都没有啊，这有问题啦。也有人说黑水岩很好打啦，我现在就是做一个绿柱的动作哦。差不多了，他差不多要勾带了。应该看我们这队看起来应该蛮轻松的吧？我自己玩起来是蛮轻松的啦。
对啊，比起比跟刚才比起来，刚才真是啊，惨不忍睹，我只能说惨不忍睹四个字。好，干掉，上个厕所啊。龙哥，对啊，龙哥要开龙哥了。我是比较怕尾王啊，不过属性相克应该还 OK 啦。要先解最难的，因为大家喜欢，大家想要看老马，而且死越多人越多，现在已经得到12万4500位的观众了，非常好，你们这样挑就对了。对对，不过基本上你们挑这样的打法会虐死我。飞欧卡先开。看一下啊，我们先消整板是最好的。记得哦 ，remember 哦，开水瓶，你知道哦，水瓶要开哦，啊不，你就好笑啊，会很好笑，我跟你讲。可以的话，尽量也是消心珠啦。我个人认为是这样，不过好像不是那么要求啊。杂珠消一消比较实际。Perfect， 亏。话说这边怎么还有杂珠啊？干又在紧张了，不要紧张，紧张个屁呀！啊，转了就对了，平民百姓丢，转了就丢啊，赚了就丢啊！亏，龙哥卖账！转一颗啊！你还是要死啊 ！Get down！ 边撕！这时候非常关键的时刻来到了，非常关键哦！注意哦，非常关键哦！水雾一定要关掉，这是第一个关键，还有第二个关键哦，非常关键哦！消整板。绝对要消整板，100%整板，你没有整板就哭哭，欸，因为你要新竹，至少一组新。如果他奶奶的干，他等一下给我一颗星都不掉，怎么办？你们说怎么办？这一段 replay 994 ，OK。如果没有两颗星哦，如果的话哦，哎，啊，那你再看差不多。get down， 看到没有？神魔之塔出现了！什么？神魔之塔？那是什么？能吃吗？不是能吃，是拿来玩的。跳啊！漂亮！
我喜欢。就让你就看看你这样被我慢慢的折磨到死吧。还是要小心一点，每次下完都死掉了。应该是不会死啊，齁。干，这各位这样还死，这样还会死掉，应该是很冤枉吧。干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危险啊？我还是小心一点好了。干，菲尔卡跳了就开，这谁啊？赖长，谢谢你，漂亮，以一挡百，没在胡乱，都记得提醒关键的东西。对，因为菲尔卡跳了就是开了，不要在那边省那个没有用。看到这只阴灵了没有？我让他看看什么叫做可怕的阴灵殿啊！死缠着他不放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干，这可怕的阴灵还真的是蛮可怕的。无限星珠转转法，咚！我跟各位建议哦，这个转星的时候，对不对哦？把那个部署最好是整片转掉，不然你没有伤害啊。这一关要磨过去啊，这一关。这关要磨过去。所以你要做两个动作哦，哪两个动作？消布，消布消星，哦，消布消星。如果你要开双鱼，可以，哦，问题是你开双鱼的当下，你台面上要超过七颗。哦，八颗以上的幸福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下面亏了，我搞在，亏了我的哭哭啊，好不好？开了我就哭哭了，我还是一样可以攻击的哈。哇，这伤害还真是，看他说菲尔卡要开，就我还是一直都没开，我在冲他笑。他不是叫我开了吗？有第二个人提醒我了，职业蓝影好强哦，很强哦，跟你讲，善用手中卡牌发挥最大效益，就是这样算的，你知道吗？超强哦，告诉你，他是魔队啊，最新的新秀，只不过很少机会用啊，因为我很久没有魔队了。我今天就分享给各位，来看看什么叫做职业蓝鹰，让他激，知道吗？很强哦，超级强了。断星，啊，加卡拜，断星，你不知道断星这件事情，我七大死因我写了几百次了吗？啊，我已经数不出来了，光7、7、49大死因来，这怎么在归改啊？连你刚后一数啊，这样你好意思吗？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行不行？都舒服欸，有没有一股很舒服的感觉？12点多应该还好，但应该没那么早睡哦。对，如果想睡觉可以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去叫你。对对对对，你可以稍微眯一下下下。对对，因为等一下一队应该好像还是魔队了。对啊，所以对我怕你们会睡着。对对对，哦，舒服啊，这边啊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哎，这张亏啊，这样亏嘞。你看我卡疼不？应该是有啦。所以你就让它整片都是新的时候，有没有？请记得哦，不要把它一波带走，你还要留到下一关呢。嘿，还有舒服不？这样有没有舒服？超舒服，虐啊！整个就是虐啊！我看你这成就有多难解，看看我的倍率有没有？我的倍率现在已经高达几倍了呢？12.5倍啊！6.25倍的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！现在都没有6.25，我拍几倍？我有点累格了，树王直接解二成就，下一队树王因为太多人解了，因为大家想要看是没有树王的嘛，应该是啊，我等一下问一下各位的意见，我就把那个转掉哈。有大家一副就是平百姓过了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有点怕怕？我干我感觉怪怪的，应该是不会吧？现在看起来超顺利的，总不该干没消到星珠吧？操，那么多星，整片都是星。
干，我觉得最后关有点危险哦。我自己看了一下关卡资讯，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。现在我不敢开双鱼了，因为我怕双鱼干一下把它带走。哎，惊啊！你知道？一次没消息就死了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一次没消息就死了，那感受就算了。问题是，一直给你断心啊！哇操，干都好啊，加薪加薪。哎，一直断心干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已经把我命运武器派出来用了。Oh my god！ 我知道为什么我不用倒满了，因为倒满会有个小小的问题啊，就是你没有扣血的话没有回复力，所以我才会用这一队啊。舒服啊！感觉这木血被冲啊！流星啊，不流水流水。其实你没有消到木的话，它的伤害是够，你知道吗？它的伤害是够的，因为像十二点多倍的光啊，刚刚出来出来出来，一直动没掉啊！啊，求求你不要再打我了，大概是这样的氛围啊。可是它就是给你很多部位。接下来再教各位另外一队。断心，干娘！我操！哦。等一下，这段剪掉，这段剪掉，一点没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假的，没，看错了，没有，没事，他不是5颗星吗？没事，没有，大家都没看到，没有，慢，哦不，什么，你什么都没看到。刚好发生什么事吗？应该是没有啦。哎，画面为什么洗那么快啊？假的，抽卡都是假的，吃泡面才是真的哦。记得，抽泡面才是真的。前面抽泡面啊，抽什么泡面啊？哦，所以哦，干，我刚刚就说我有不祥的预感的，真的就中了。靠！没事，这算手残还是脑残哦？这个叫做双重。燃烧，好吧。嘿，你牛嘞！还没个给波一只石头，你敢咩记？我觉得他刚刚是不是故意把我珠子弄歪掉？应该是这样哦。我刚是转那个方向啊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故意给我弄歪的？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的。干硬，他妈的啊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假的啦哈。所以这队各位就可以知道这队有多么好用，超级好用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想要给我断心哦，哎，业障重啊，他妹的，偷吃石头没有啦，没有偷吃啊，就直接按下去，怎么会偷吃就直接吃啊，他妈妈的，敢浪费我一颗石头，哦，但是各位应该都可以临时通关的，应该是没问题啊，就这样，干他剩三分之一耶，我就这样干就浪费一颗石头。真正当然要去开石头店的，对，别人是开银行的，你要去开石头店，安尼的意思对啊。我说，看你真的太会玩了吧？耶，双残燃烧，你还在猜会不会消没消到新珠？这个正所谓人有失蹄，马有失手，有没有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嗯，尸体跟尸首，哎，下面贵啊！尸首，这不是尸首吧？这是干这？这是那个什么僵尸吧？这么多心理还能这个干？我真是佩服我自己。我刚刚把那段捡起来，这是我自己问题。不过这也是其中一个死因啊！对，这也是死因之一嘛。我们不能忽略它，它也是死因啊，掉不掉？是嘛？跳！啊，这个好，有时候他还会把这个木柱给它削掉，这是好处。
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头到那么快，那么快，哎、欸，哦，只要能通关就是好队伍啦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我知道你们都可以通关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大家都倍儿棒的，有没有？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干，我突然发现我们观众一个比例比一个还厉害嘞，干讲出来的话，真是哈，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连昨天在吃那个有没有？我们那个 Rich 哥抖内的那个、哦，干居然有观众也都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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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是有点外行了、啊，大概是这样啦，应该没问题啦啊、哦！想不起管理蛋，赶快传哦，传你家蛋呐、啊！哦，干我就说不能笑得那么大声，我刚刚真的笑很大声就GG了，哎。来啦！嗯，叠了一个那个水珠哈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他要差不多要走了，该走了你啊！北海道成吉思汗是百姓转猪哪有不老马，就像啊。那个什么吃芝麻哪有不掉烧饼的道理是一样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好像是有一点这么有道理哦。对，虽然说我很不想承认了、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但是好像这是事实了、啊、哈。嗯，为什么会GG耶？我真是不了解。刚好我已经做五连珠了哎，我已经做五连珠，哇靠，那个木珠会不会太多了你啊，老大、啊。你是怎样在发木珠的、哦？啊，五连珠哎、欸，其实真的有点堵然了、啊。说实在话，我真的有点堵然。对，你就眼看着临时就在你面前就这样干，又差奶奶的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刚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哦，对对对，吃芝麻那不叫烧饼的，哎、欸，百姓转猪。哪有不手残的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锵锵锵锵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！漂亮在哪里？知道吗，各位？漂亮在这时候，我们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刚刚好啊，各位，刚刚好啊。嗯，刚刚好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你不能，你什么都不能干啊，靠北啊！你只能开水瓶啊，刚刚好干嘛？我差点要按下去、欸。来吧，但我们是希望这波是刚刚好了，但是算了，这时候就不刚好了，所以一定要一波带走。八百万，开什么玩笑？平民百姓就是现在就是开一波了啦，一波带走，请各位给我一波七啊，一波七 ，OK， 要很哦，看不到画面那一种哦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完全看不到中间有人打字那种，一波七，我们一波把它送走哦，快点啊，准备好没有，各位，刷下去了，一波七了，整个画面都是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哦，我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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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阿根。靠杯啊，不是一筹吗？我看到，来，七幺一波七幺，继续刷刷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就要过了，刷不停就要过了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没错，欧了欧了。